我喜欢你的肌肉。谁啊？在整个中国，如果团队战的话，没有一个团队能赢他们。Breaking。他们在中国台湾的这个舞蹈实力里面算是数一数二了。朱梦辰，朱梦辰，赞啦！朱梦辰，赞啦！赞啦！赞啦！朱梦辰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太入戏了。好，让我们讲讲话。伟大且令人感到挚爱的导师，您好。好尬，好尬。我是逐梦者哈利，我是逐梦者的团长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世界看好了，我是逐梦者猴王。我是逐梦者小哈利。他们和这个就是凯文杰森的这个环境就很融洽。欢迎你们来到凯文杰森。欢迎光临。燃嘛！这脱口秀结束了。可能还有一段，稍微准备一下，希望没有忘词啊。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最纯粹的 B boy crew， 是给你们最纯粹的 B boy show。耶！队长们，你们的毛巾我们要定啦！好好，来来下一组啊，这边不看谁不看。后面还有打广告的是吗？三位脱口秀演员准备好了吗？街舞模式啊，街舞模式了，换了是吧？音乐，加油 ！Let's go，Let's go！ 加油，加油！造型特别像东北玩泥巴的造型，是吧？还在定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散了。等会儿不给，开个玩笑，空几秒再给。等会儿空几秒再举手。等会儿空几秒再举手。天哪 ！OK， 好的好的。好好，你们是过来拿毛巾的是吧？严格来说是红色毛巾。严格来说是三条。朱梦辰，他说的不是我，太过分了，很划算的，三个人都有。这个叫做贪念过重，我不喜欢这种人。绝了，绝了！那我们现在是投票时间哈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。
一。我们共估了。妈耶！为什么啊？真有此事？有此事。好吧，那各位，我们或许得离开现场了，对吧？啊！我们有这么烂吗？我的天哪！我觉得我们开头的时候跟队长讲得太狂了。没票。好，那我们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条毛巾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，你们最棒了，你们最棒了。赞啦，赞啦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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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啊啊！哎，这是脱口秀吗？他们玩脱口秀，搞错棚了吧？他在耍你啊，他在耍你。哥哥你团长，哥哥，我的爸爸也叫哥哥，真的很有戏啊！怎么就只有一个团长啊？他们没事，哥哥没事。这样吧，队长重新投票吧，好不好？别不要再投了，不要再投了，太好笑了。哎，我想问一下啊，那为什么你们三个为什么不去 battle 那边啊？你就来这儿呢？这个其实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在圈内都是靠 battle 起来的，那想说这样子难得的机会，我们就来挑战作品，想要试试看自己的能耐在哪。你不觉得会冒险吗？我觉得很冒险，可是人就是要冒险，就像这就是我的希望之战，我们为了希望而战，如果突破了，我们就更上一层楼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，这不愧是我大哥，不敢团长一鸣，抓嘛。但是我觉得你们三个想争红毛巾的话，可能在作品里有点难。你们还得在现场选三个 B boy 给你们去 battle 一下，存在。battle。仔仔在吗？仔仔，站到最后的男人。靓仔，靓仔。靓仔，靓仔。凯哥。上，我又来啊！上，凯哥，杨凯上，就是我去理解一下这个口气。杨凯上，我过来就是帮助他们的嘛，激励他们的。我站在这个地方，他面对的是这种压力，希望把他们那个最优秀的 battle 那一面展现出来。